让新闻。瑞宝，破！瑞宝，破！瑞宝，破！哎，你好像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哎，很嗨，很嗨！欢迎收看《新光云绕新闻》。耶！而且今天带了一群非常好 Q 的，在什么？的一群男子。男子吗？男子。你们怎么？你觉得你们怎么样介绍你们自己？你们是一群彩虹女孩。我们就是一群心理女的团体。心理系女子团体吗？对。好，心理的团体。那今天到底为什么要请他们来这边？绝对不是野餐吗？也吧，也对，绝对不是野餐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些户外的运动。对。那至于是什么户外的运动呢？道具。啊！会不会丢啊？会不会丢？我靠，连吃饭的不要讲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那个吧？打那个打大板。三十大板。三十大板。对，现打要打你。哎，不是，怎么是我？还是这是吃饭的铲子，或是挖土的，挖这边很多土，挖土，哎、欸，挖土蛮像，对、啊，还是那个小魔女那个，今天都要雕沙堡，雕沙，哇，都不是，今天真的是因为要应景，对，我们的端午节要来了啊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办一个让新闻，让新闻杯，让新闻。龙舟大赛，重新讲一次。让新闻杯，魔镜金龙舟大赛。没错，我们接下来划龙舟啦！今天邀请到非常厉害的团体，你们叫做是彩虹重击。彩虹重击队，因为他们是一群非常热爱运动，然后阳光的一群，就是喜欢划龙舟的阳光热血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想要划龙舟这个比赛？不觉得被水喷了一身很性感？一开头就要这样，一开头就要这样。我们刚不蕊好这件事情还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我个人喜欢了，喜欢被水喷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而且是被前面那个喷，就会很开心，就很开心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划龙舟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现实啊？对，因为我本来想要慢慢的就是你知道。进入他们的那个状况，但是因为他们就直接破梗了，我就直接想说好吧，那我就没办法介绍，因为我们刚才想要本来就是要欣赏他们的制服，有谁的制服上面会有一条金虫？有谁会制服上面有一条金虫？这是金虫吗？是。对啊，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干嘛？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嘛？觉得这样很有创意，没错没错。我们的活动已经不见天了，然后再邀请到一群不见天的人，真的很不见天。我跟你讲，正是符合我们的胃口，没错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就跟熊熊要来分两队，真的我们要分开了耶，我们要分开了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分两队之后呢，进行龙舟比赛，输的那个人要被喷。哎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被喷？被喷？笑干呢？笑干呢？我想说，你不要那么雀跃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不会输了，反正我不会输了。对，是吗？会不会有人想故意输？我觉得他可能会让谁被没有被喷溅的。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啊 ，Hello， 我是彩虹重击的训练长，我叫牛，叫我牛就好。牛，叫牛，牛牛什么牛？他们呐、啊、，Harry 啦 ，Jessica 啦 ，Debbie 啦，露露都有。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啦。对，随便啦。请问贵叫做是贵贵。贵贵。小贵子。小贵。小贵子，好听好听。哎、欸，这位叫做是。我是夫妇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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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吗？没了。对，我就是夫妇。Oh, OK OK。哦，哎，那这边叫做 Roy。Roy。Roy。稍微有点。那有没有一个女的名字？什么？他们一个人都有两个。他是 Tiffany 哦，对，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他们一个人就两个。后面有 Dior 啊，他们聪明，我们有 Dior 跟 Chanel， 还有一些，对，超多。好难记哦，他们名字。我想今天呢、啊，你们就这样记，你就叫做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这样子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对对对对对，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今天我们要来选队友，因为等我们要分两队嘛。对。后面这些人。你其实也不用什么选，因为他们真的应该是对你没什么兴趣。对，如果说要跟 Kid 哥的跟要我的，可能全部都跑去你那里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要担心的是我。
你现在很害怕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但是我跟你讲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他们的身材每个人都很好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大概平均就是练这个龙舟练几年？我们练差不多快要两年了，两年的时间。对。然后有没有中间就是因为就退出啊，然后太累啊，或是什么？不会，我们还蛮坚持在这个运动上。是，所以当初是你发想起这个要组这个团队。不是，我们有很多很厉害的前辈组成这个团体，那我们是接续他们的衣钵。哦，那今年的就是端午节，你们有去参加什么样的大赛吗？有，今年的6月16号到6月18号，我们在大家和平公园有参加他们的端午龙舟嘉年华，不啦吧，应该是这个名字啦吧。对，反正就是这个大赛。OK， 大家真的要去支持一下。对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当初就是之前有没有得过名，或者是你们只是自在参加？你们到时候只是穿着非常漂亮的洋装，然后去那边这样。刚才说 cosplay。我们两个都有啦。我们去年有在那个前八，我们有得过前八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会穿的美美的。我们是大会的颜值担当，我觉得是，绝对是颜值担当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就是不要真的觉得端午节叫大家好像就只有吃粽子，吃肉粽，吃肉粽，对，然后或者是就是看一些什么消防队啊、警察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应该是假参加，然后真在看那些。所以他们两年都没有放弃过，两年都非常的坚持。谁要放弃啊？就比如说我去参加那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那个走秀，坚持走这样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要来选队友，好不好？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？因为其实你应该要看一下肌肉、啊。对，因为划龙舟就是感觉要是需要力气很大，对对对，是不是应该要看一下每个人的胸肌还是腹肌？他们要不要每个脱了啦？脱了啦！脱了啦脱谁要脱？脱了！这你这样会很兴奋哦。我没有女朋友，不代表我要加入彩虹终极队啊。他刚刚说谁要脱，然后你再帮他脱，他还自己脱。他自己脱，他讲谁要啊？谁要？他差点讲谁要？快点啦！哎，来了，哎。他是队长屁啦！我是亨利，然后我是今年。你怎么又改名字了？我一直都叫亨利，但我上船会变杰西卡。对，他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，很复杂。碰到水之后变杰西卡。OK OK。上岸之后就是亨利，可以看一下你的身材。OK。整个脱掉了啦！哎，他胸部很大哎，有一点脱不掉。我靠！哎，很棒哎，大家一起脱了吧！脱了啦！你不要，我很好看哎、欸，你不要，你很好看啊！他现在有两层，哇，有断层，很帅，断层，断层，好不好？你们要不要脱？他一直在旁边说，哇，哇，好，他是不是在敷衍你？不是，他不是问，他在享用美食，欣赏。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说划龙舟啊，就是我。想要问一下说你们穿这种裤子是必备的还是说你们自己的特色？有些人没有穿，每个人的型都非常的突出哎、欸、你看这个型没有问题，我是说这个大腿的这个形状啊，很害羞，我们这个是你们这样运动起来会比较方便是不是？对，对啦，比较不会磨伤。对对，我们的腿很珍贵。可是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穿呢、啊？没有，因为前面有时候真的滑得很激烈的时候，真的会破皮，真的会破皮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呢、啊，就是因为穿这个就是 legging 的关系、嗯，这算是机能裤啦。对。然后他们就因为很贴，所以他们的那个大腿肌肉、小腿肌肉非常的明显，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队长。真的有在练，不是在开玩笑。那我可以选队长，这队长来头不小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来头不小，对，我是不要讲一个小时。今年的台湾同志先生，那我刚比完世界赛，那我是世界第四名。哇！我要队长，懂吗？那种吗？没有，是世界同志先生比赛。哦。全球的，那他是比什么？他比什么？比什么？不是健身。不是，就是除了他一天看可以几位？我是说，一天看有几位参赛者？对，他主要是针对 LGBTQ 的这个人权议题，然后再加上一些选美的，是，所以他是结合了人权跟选美的。对，对了，一天看可以几匹配到几位这样子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哎，我真的觉得非常支持，我也要支持，我支持你们，支持，支持，支持，然后。
下，我是女生，我比较弱啊，我选一个比较强的。好，你选他。那。你为什么那么不甘愿？那，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跟他，我一个晚上就变瘦了。因为他会训练得很严格。对，这样很好。他训练得很严格。好了，哎，那你除了队长之外，你再选个几位，你觉得是看起来你觉得还可以的，好，对不对？请问这位先生？肚子很饿吗？为什么你要拿？我刚以为是他用筷子，拿筷子出来的，是要在船上吃饭吗？你要不是船上伙食兵嘛？你需要出菜给大家。没有，这固定头发。发簪啊，发簪啊。请问你在练练多久？练也是两年多。两年多是不是？所以就是你在队中的成绩上还好。还可以，前辈，前辈，大前辈，大前辈，应该是大前辈了，好不好？低调的大前辈。好，那我要大前辈。哎呦，那我有小前辈吗？有小前辈吗？好啦，那你再选一位，就是这那边看一下。再选一个。哎，我觉得他好像这个，他有点壮。我觉得他胸肌好像蛮大，可以摸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布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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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有什么厉害的那个事迹吗？哦，我没有像他这么厉害，但是我也是坚持了两年，那今年是摄影组的组长这样子。还要牛啦，真的啦，要我是不是？可是他已经被去掉跟选手了。我介绍这个，我家的这个，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又是丁丁是位人才。那你可以，我坐他一定可以，他的真的超壮，真的。哎，你会动吗？他可以。哦呦，可以。很强哎。脱下来用啦。不要因为太壮，不要这样讲好不好？不是，包爷爷吗？不是，我除了很久没女朋友之外。我跟你主持那么久，我也不可能对。对，虽然你一直很想，是不是？我很对，但是不行。哎，你们可不可以就是集中一点，集中一点，集中一点，对对，让我们闻到一些肉味，肉味，肉味，肉味。不 OK 了，因为我要选。加油，加油，丁丁可以。那你一下就好了，我很轻啦。我帮你。哎呦，好，我难得看到就是主持到一半的。爱的力量，爱的力量，来来来，玲玲加油！哎，你几公斤啊？你好，一二三，啊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！你在骗呢？你在骗呢？我是撑，对，我有时候在骗呢，我就整个抬起来，就他撑起来，他撑起来，但是你是不是快死了？你等一下还有力气吗？他没有力气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要下去划龙舟了。那边跟你开玩笑，你以为我们真的是户外谈话性节目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比赛，分两队 ，OK 吗？对。好，在这个要比赛龙舟之前呢，我们要先进行一个训练跟那个热身，对不对？好，队长。是由你来带领我们，就是做热身。教我们怎么做？等一下会做一个简单的热身。会不会流汗？会流汗吗？基本上是会流汗。那我们不准穿衣服。对，我觉得要不要都一起脱这样？对，你们训练的时候，平常训练应该都没有穿衣服吧？对，因为很这我们就要脱了，前辈大前辈还不脱？还原你们平常训练的感觉。我要你们脱了就把衣服往我身上砸，有一种享受被砸的感觉。来砸砸我，砸我，砸我，砸砸。好，再来，砸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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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对，对，他们砸得很温柔。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事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好，别没有在收的，没有在收的，来，就放地上，放地上，好，放地上。这样他们会混到不知道谁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混战。好，来，那教我们吧，怎么热身。每个身材之好好开心哦！虽然他们对我都没有兴趣，但没关系。很屌。好，那队长慢慢中间请吧。大家散开了，大家散开。OK OK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
来，注意了，对，开始，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。好，我们暖身差不多就到这边，有没有稍微就是有一点喘，然后有一点？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可以回家休息。OK 了。通和东街这边有一间那个豆花很好吃，啊、我们去吃。带你去吃豆花。哎、欸，你们就好比，你们就加油哈。不是啊，不行了啦。好累啊、哦，还是我们改成比吃豆花比赛。我曾经有些录外景，然后就是，你看我现在已经讲不出来，就是在比那个龙舟。对。然后回去之后痛三天。全身吗？因为我们那次是真的比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啊，你不是说有人划龙舟，划一划从中间沉下去还是什么？哦，有人划龙舟，开心吗？划，然后就整个这样等到沉下去，沉下去顺便深潜。对，真的哎。好可怕！你们等一下，不要这样哦，等一下不要。没有，因为好像这种就是里就是里面的，对，湖的河的不会，哦、但是那海的会，有海龙舟，你知道吗？就下去了，好可怕！好险，我们今天不是在海。幸好我是海龙王的儿子，OK 的。他们要稍微教你们一下，等一下怎么划龙舟。好。然后你们最後可以步骤不要那么多嘛，我们就上去。简单就好。我们就上当做是去那个爱河看看那个风景。我们不能坐在那边欣赏。你们要比赛输的人要被惩罚，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哦，不是他们。啊？不是我跟你讲。我以为是他们。我要不是为了观众。我要赢，丢爱心。因为输的人哦，要被冰桶泼湿全身。对啊，然后聪明哦，穿白色的哦，漂亮哦，内行的哦，内行的哦。所以观众给我爱心，快点，我们把它堆高高，堆高高。No， 重点是什么？因为这是很公平的，因为他们完全对你没兴趣，所以他们完全。但他们可能会为了观众，然后故意输啊。我们不要这样。他们为了观众干嘛？他们也不想看不到，还不看。他们比较想看你零。对。OK OK。啊，会不会我们这边也想看我零？然后就直接就会输，就要滑超慢。不行，这是一个公平的这个战争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那想要请问队长，我们要怎么样滑龙舟？我们大概分三个步骤，三个分解。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感觉，是想让你觉得坐在船上的那种？哎，没有关系，站起来。哎，不行，来，不行，你假装是船，假装是船。啊，你要跨坐，认真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龙舟。啊，你龙舟，哎，龙舟龙头要仰。对，龙舟是这样。头要仰。没有啦，龙舟不会这样，因为我就是坐这样子，所以坐出来还船还是在这里。哦，那你真的就是这样啊？没有啦，这样没关系，我们站着就可以了，站就可以了。那划船动作很简单，基本上它是一个延伸入水，然后再抓水的动作，所以。我们只要分三个步骤，对，第一个步骤你要延伸出去，是，身体成一个 A 字形 ，OK， 然后接下来下水，对，然后抓，然后垂直，对不对？要垂直。请问一下，水要入大概多深？基本上我们会整个拳头都在水里面，整个到拳头。对，因为我有没有人整个头都栽在水里面？那也太夸张。等一下上去之后你会比较有感觉。基本上你整个拳头下进去水里的时候，你身体已经是延伸了。是。如果你没有延伸，你这样就碰不到。是，一定要延伸。那队长，你可不可以反过来示范一次给我们观众看一下？这样子。对。就你下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就是延伸，然后才有办法让你的拳头碰到水里面。那回来的时候起来。哎，很像那个七龙珠，我们一起一二三。耶、yeah! ！融合嘛，融会接。可爱，好，
所以就大概是这样。所以是这样，怎么样？一二三，一二三就可以。那我们这个有没有鼓？是鼓可以敲我们那个？哎、欸，我们在当比赛的时候会把鼓放上去，但是今天练习，那谁会喊？通常是我们前面的人会喊。喊口号吗？有时候调整一下节奏，有时候加快速度，有时候要加力量。OK， 好，我们都练习好，热身完毕了，我们要准备出发去练习我们的划龙舟了。好、哦，来口号喊一下，我喊哦，来哦，一二三 ，Rainbow，Rainbow，Rainbow，Go！ 好的，现在我们代表的是 A 队，亨利队长，你现在马上带领我们就是下去划龙舟，我们有没有什么策略？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，我们一定要赢，拜托。我们策略就是从头领先到尾。我相信你们应该是想要，我相信你们应该是比较想要看 Kid 的歌淋湿吧，对吧？没错。OK OK， 那就是遵照你们内心的旨意，没关系，不用理网友，走吧，我们下去，快点。Go！ 好的，由我们的个 B 队的个牛带领我们下龙舟。OK Go， 走吧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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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们要赢，我们要赢哦！会，没有在输那件事。好刺激哦，第一次划龙舟，哎，这应该不会沉下去吧？我不会游泳，哎，好可怕！会好，我很怕发生跟 Kid 刚刚讲的情况，越滑越下去，直接在中间沉默。保护啦，带上去。那你脚可以先放在这里，脚先放这，放在这边，你就不用游泳。好，放。OK， 要记得队长刚刚讲的，要优雅的划船。就算滑的虽然很累，對，就算输了也要很优雅，这样吗？不行，我们不能输，我们要赢。龙舟是一个很重节奏、呼吸、用力的时间点，重团队。对，所以大家入水的时间点一致，用力然后放松。那会你会喊口号吗？不会，说一二一二这样。小心小心。等一下，有人没还没上船吗？这个船越来越晃，我有点。不要怕，不要，你有办法，啊、你有办法同时。好可怕哦！其实我们蛮多队员都是有做这件事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不想下水啊，这件事。我不想下水。不会啦，我不想被救，我想要安稳的在船上。大概都划多少公尺？我们大龙的比赛会有200公尺跟500公尺，那基本上大家比较熟知的大概都是500公尺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下是划个？我们等一下划个50公尺也是没有啊，大概100-150左右。不会让你太累，不会让你太累。不行，我们要累。哎、欸，那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真有信心干掉 A 队吗？有。你们曾经有人输给 A 队过吗？没有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这就对了，我们就是要看熊熊被领食，帮你们谋福利，爱心爱心。哎，那位大前辈是在 B 队吗？对，现在是在 A 队吗？在 A 队，那就放心了，因为毕竟年纪大的话，对，体力可能会差一点点啊，好不好？走了，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该走先走。准备到奖了，怎么到？到奖了。这样吗？没有，你把奖叶插入去。哎，对，啊那样。往前。好。就倒车的概念。倒车。哎，那为什么离他们越来越远？因为我们在倒车啊。啊，他们为什么不用倒车？他们要等我们先出去。OK。那你们的这个组成是就是一些同好的，愿意来参加就来报名这样，然后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工作。对，其实我们就是社会性团体啊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。都是这样。对，都是这样，都是对水上运动，是对龙舟有热情。那如果像就是端午节的这个期间，你们平常时间要怎么聚在一起？就是平常就是我们周末都会聚在一起练习，我们也规定练习。所以一年来都是会练习的，还是你们别的？其实基本上一年来六日都会练习，但是在赛季的时候就会更猛。我靠，是真的屌！你知道不会游泳的人越滑越远的时候，心脏很毛哎、欸。我告诉你，你有穿救生衣，你有穿救生衣。我手就已经酸了，我是不是滑错了？没有啊，是正常。所以，我跟你讲说，我才刚滑50公尺，就觉得超累。真的，手好酸哦，难怪你们的手都那么壮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换了。我们现在稍微前进一下，我们就复习一下刚才讲的。OK。
转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怎么那么快？太烂了，死定了！我准备衣服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先吃力气好不好？不要休息，队长。好，预备了，金正华。节奏要对哦，看好一下头顶啊！好，精神的东西，精神的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好好，那等一下就是
三、三二一，然后中间转换，我会时不时喊节奏。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喊一个那种气势的感觉，我这边都有收到了。对，你就一直二啊二随便。好，麻烦大家。就是我们脚是会踢前面的 ，OK， 会这样踢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在滑的时候踢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在这边预备的时候 ，Go， 我们就会去拉，对，就会去拉，对，用反作用力把它踢，哦，对，你想要练吗？我连怎么握都不会，好好好，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定位十脚，一个头一脚哦，好，所以那是觉得我们的综合实力比。A 队强，所以我们相信你啊，应该会赢，应该可以，我觉得应该可以，因为我们是有那个精神在，然后 B 队就是好像有点半放弃的状态，A 队有点像半放弃的状态，没有，反正我们都心照不宣，就是看熊熊吃，对，七八九，动，很好，休息一下。手好酸，手要掉了。插深一点，插深，整个插深插满，整个插满，插满，板到出来，对，板到出来，OK， 所以插深是垂直的往后，对对对，而不是这样子，对，不行，你看这样子就出不到力，就是感觉没有拉到，都是垂直的往后，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把你的左手像我一样打直，对，因为你在滑的时候会这样。是，你会弯手，但其实出不到力。对对。
对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。OK， 好，那队长，我们就再来练习第一段是什么？先起来，先把枪拿装装，对，再抓装，对，把你先把它放回原来，这样，这样抓抓着。下大雨了，下大雨的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欧耶，好了，让你体验一下我们下雨天也要练习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抱歉哦，抱歉。哈哈哈哈，大风雨哦。来对下前桌，追，接着，一，二，三，二，这样会不会涨潮啊？不会，今天这样还好。鱼超的，很好。好累哦！你们这么大的雨也会练习吗？只要打雷的话就也对啊，没有打雷的话，你看不到的。只要不打雷，可能这样眼睛都看不到。我们现在不就正在往桥下滑吗？你们这些同性恋很烦呢、欸，有事吗？加油，快到了！来，对一下节奏，对，出发！一、二、就像刚刚你体验到的，我们还是会照样的滑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就是水男孩，我们就是
很有 power。水男孩 Water Boy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当时水如果真的是像台风天那么大的雨这样子，农作会不会就真的积满那个水？基本上是不会啦，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，就是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台风天，真的不要下水，真的不要跟因为你突然举起来有没有？对，就被雷击了。对啊，所以是还是安全考量啊。如果说真的雨太大风太小，建议还是不要下水。哎，我们刚刚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热血，非常的就值得在大家再看一次，因为我们刚刚真的是在狂风暴雨之中，然后冲下那个桥下去避雨。然后那个画面是哇朦胧，然后大家很奋力在划龙舟的感觉，真的很屌。对，内心很振奋，很荣幸跟你们作战。不会，不要这么说，好不好？OK， 那我们再继续练习一下，大家就来比赛了。OK， 好。好，来大家，准备 ，Go， 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不要放哦，水下力量拉满哦。来加一点力量啊！对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脚蹬蹬。好累哦！哎，不止手酸，我的脚也好酸，而且我屁股好痛。对。腹肌也会酸呢。会。难怪你们每个身材都这么好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每个练习我们像这种被车撞。真的很想死哎！重点是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比赛，我的体力已经耗尽了。而且那个底又下成这样。对啊。屁股也会很酸。对。好累，我们这样会赢吗？会吗？你真的就是没有力气了。我就放弃。可以把脚放中间，然后跟着我们做动作。没有，因为其实现在输赢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本来是说输的要零冰桶，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那样比零冰桶还惨，比零冰桶还惨，其实没差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怕伤其实防身，有备而来。对，但是我不化妆也蛮漂亮的，不要这样。对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自己讲。哎，我去，连裤子都湿了。而且我忘了带内裤，就不要穿。那你知道我们现在里面都没穿吗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因为穿里是湿的啊，所以就不穿了。啊，还有，那我们大家一起都。所以行动才这么明显。4、3、2、1，好。太累了。喂，你不要跟我说你又没出力哦，你又在喘哦，你有在喘哦。有有有，我很累，我超级累。超累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的练习都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要正式的跟 A 队宣战，我们正式比赛开始。现在是要比赛了吗？OK， 好。什么300到500？那个有个 mark， 300，300公尺。红色的第一种。好，我们要赢。好了，我们轻松滑喽。轻松往前。从300到500。300到500。300到500。往那边。我觉得我们的默契好像还不错。还行。好，你们，我们这一队 B 队的大家默契好像不错。对。他们就是有一个人在击溃他们的军心，你是说就是熊熊 ？Debbie， 哎 ，Debbie，Hello Tiffany， 等一下开车的时候要加速吗？我都用单手开车，我会开很快哦。谁不要讲那种听不懂人的话，单手踩油门嘞。哎，我们这边有 Tiff 的速度比较高啊。啊？我们这边有 Tiff 的速度比较高啊。所以呢？因为我们。我是后驱的，我只是问你要不要加速。不是，现在赢或输脑差，我内裤都湿了。真的假的啦？有车吗？跟电视前面的观众展示一下。哎，不是，现在我湿是他们开心，然后你湿是观众们开心，啊，那大家都开心啊。好啊。那你们就是你们现在宗旨是要让 Kid 哥湿，因为我已经湿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要让你更湿。你们的战术是什么？随便你们啊，我们会赢啊。他不跟我们讲哎。
我们赢的、哦。没关系，来干啊，来。来，真的。所以你们这队龙舟队都是在上面讲这种干话，对不对？来干，大家一起来干咯。不是，起步这么大都没有划算。还说等一下一起打爆。是在讲什么？哪有人说等一下爆打？在神圣的这个龙舟上面讲这种话是对的吗？我是要对尬，对尬，对尬。我跟人形龙舟，人形龙舟。那这样子在水面上。两边的船平衡就是起点，不是就会有点小小落差？不会，因为我们他在比赛的时候都会拿一个棒子，对，我们前面最前面坐在不走棒子，然后去调那个位置，对，裁判会看，然后就升高。对对对。继续到吗？啊，我们是不是要撞上了？没关系，我们只会 kiss 一下。kiss 一下。哇，好久没有从来没那么接近过。对啊，好恶心啊！为什么要离你们这么近？我是爱上我的美貌。你们是本来就是这两分两队嘛，本来就是哦。你们随机分才。随机分。这么近过来，老实说。就会有点恶心，就对了，有点不习惯。不要再让他们太可爱死了。你们要开始吧，我们要流过去哦。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好了，大家辛苦了。来，谢谢，那个。啊。
你要我们转回去的道路。我想赢哎，怎么那么突然？OK。好了，我们的这个热新闻不正经龙舟杯算是大成功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上岸准备惩罚我们的输家，就是我们的熊熊。为什么他们一直在那边搞我是的尖叫？好，OK， 我们一个来尖叫一下啊！来，我们来尖叫一下，一二三，耶！我们输了，超级自暴自弃，输了还要欢呼。输了也要欢呼啊，因为滑完那个距离、啊。那你们等一下愿意跟我一起淋冰桶吗？其实也没问题、啊。愿意。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。太棒了來，Harry， 我爱你。Justin 竟然直接秒回说不愿意，不愿意耶，太过分了。你们四个在岸上倒是挺舒服的啊，你们在上面。我在这边都没有受到我平常应该有的待遇。平常觉得性别歧视跟有，我现在可以知道就是那个什么男丑女跟那个美女的差别。我在你们心目中就是丑女。没有啦，不是这样，你在我心中还是美女，只是我们对美女无感。无感。是你生出了性别。真的真的，抱歉，我对你们很抱歉。他这样是我们的荣幸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荣幸可以跟你共存。还生出了性别。希望你回去手不要酸那么多天就好了。真的哎，超累。好，这边可以滑很慢。好了，反正我们都输了，我已经放弃了。就这样吧。耶、yeah, 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超臭。我们一起被淋湿吧。我就是一个整个在装潢，我说嗯，比完了吗？然后 K 说对啊，手不要晃那边，好，会压到。超莫名的就输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你看，其实不用惩罚，你看我这样子，全身湿哒哒，湿到爆，还解不开。没关系啊，都已经，我等一下还要再淋一次哎、嗯，我等一下还有吗？你们现在要陪我？你们刚刚他们刚刚在船上，我说你们愿意陪我吗？马上说哦不愿意哎，然后现在有镜头在说OK 我们陪你，哎、欸、你们会做效果哎，会陪你。镜头在的时候说我陪你，镜头不在说不要。好了，回程了，好累哦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辛苦大家了，我们最重要就是。最重要来感谢我们最后面这个舵手，他其实非常辛苦，因为他一个人要撑起全部人的重量，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哇 ！OK， 大家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謝謝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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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。好的，大家给自己鼓鼓掌。是输还是赢，我们都做到了。真的，我们虽败犹然，我们是女生哎。哦，你们虽败犹然。对，虽败犹然。是。我们刚刚还为我们的输欢呼。还为了输欢呼，其实这就是一个精神啊。然后就是大家要去推崇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，这个龙舟的这个活动，其实非常健康的一个活动。那没办法啦，输家还是得大惩罚啦。没关系，他们愿意陪我领啊，对吧？耶、okay, ，谢谢，只有他，好过分哦。其实应该是我们输吧，我可以陪你领。好，你说的哦，你要陪他一起领哦。那由我来领啊。如果是 A 队，是 A 队的，你们是就站在后面一起受处罚。他们就说不愿意啊，他们跟我说，我刚刚在船上问他说，等一下我们输了，你们愿意跟我领？他说哦，不要了。直接拒绝我。OK， 不管怎样，你就是站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来啊，好紧张哦！哎、欸，怎么这么突然？很冰呢、欸，很冰呢、欸。来帮他挡一点好了。哇，好累哦、喔，好累、喔！你要直接这样子吗？当然啦、啊。你不是从头领吗？你以为是什么？来喽，一，不能遮脸，二，三。我真的湿透了，真的湿透，是，没带内裤，他没带内裤。好了，那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彩虹重击队有些讯息要告诉大家，对，因为大家这样看完这一集之后，就会觉得说，哎呦，
突然好想要加入彩虹重击队，对，突然好想要滑滑龙舟，好想滑看看。不是，没可能，因为他们马上就有一个活动可以让你们跟他一起参与。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变相的，像类似 APP 交友的那种概念，假借来运动。真交友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真联谊，假运动真联谊。对，所以这个不错，这个东西也可以叫做爆消音，叫做约炮神器。喂，好了，来来，谁要来宣传一下？来，我跟大家宣传一下。是，首先呢，6月16号，欢迎大家来大家和平来参加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，一起来帮彩虹重击加油！一定会，一定会。接下来的话，但我们会不会到时候去看你们，就要帮你加油的时候，你们这一群人全部在帮消防队加油？加油啊！加油！我们绝对是场上最显眼的，欢迎来找彩虹最亮丽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接下来7月份之后，我们会开放有体验活动，所以请大家搜寻脸书上面搜寻私藏浪涛上的彩虹重击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详细的体验的活动。哦，所以等于说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活动之后，我们可以来报名，然后来参加一日的这个龙舟的这个活动，就是半天的体验。哦，是是是。是好，那到时候你们都会在现场吗？对，我们都会在现场。我们非常期待，期待，我们非常非常期待。哎，干嘛干嘛？已经有人在报名了。哎，还没，还没，不是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不是在这里，是要到他们的。已经有人在加一个了。脸书，脸书叫做是私藏浪涛上的彩虹重击。私藏浪涛上的彩虹重击，大家去 Google 一下，好不好？对。好了，今天非常谢谢你们，也非常谢谢观众。我们是过娱乐新闻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别走开，有幕后花絮哦。洗澡，洗澡，对啦，没错啦。得了，得了，快快上去，上去洗。哎，反正快点，快点上去洗。哎，来洗一下，洗一下。大家一起来洗，遇水则发了哈。遇水则发。哎，来啊！喝水就对了，大前辈，快快快，谢谢。你压力怎么掉？你是专业洗干净，洗干净，好看的。专业洗的，专业洗。哎，小心不要掉下去。哎，来来来，一起洗，一起洗。还有谁可以踩啊？好多肉，好多肉，好多肉！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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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这里，来来来，洗洗，被肉包围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我觉得在那边在这样洗，不是这样洗的。等一下，那会崩塌吧？哎，看他要多少。你不要让他这样色啦！这样有比较不色吗？不要把它当水桶。小心一点，不要重踩。后面还重踩 ，Kid 小心 ，Kid 小心，不要不要。哦，哦 ，Yes， 这什么节目啊？洗澡要不要？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这里还可以洗，这里还有，还好还好。射我射我射我！哈哈哈哈哈！射什么？哎，小心仙人掌！哎呦！哎，不，还是我们前面那些龙舟就全部剪掉，这样放一个小时。我们让，哎，这么我们让一个小时这样。搞坏，砸到我的眼睛了。不是啊，他水管掉了，踩到水管了啦。好了，可以的。队长，队长没有穿内裤哦。你这样穿，哎，队长，你现在应该是蛮多人在，他会有感觉，蛮多人在肉搜你的哦。还好，这样是世界各地的粉丝。你侧面是坐这边，你侧面有没有感觉？队长有感觉吗？哎，你会不会射得太专注？射得是怎样？射太专注。你要奶环啊，你也可以啊。你是要奶黄？我们一起撕，我们一起撕，一起撕啊！我帮你们喷啊！我帮你们喷，我应该想跟你们。哦，不要，我们就是要一起撕啊！来帮我喷，我帮你们喷，来，快点！我们要去，不要射摄影机啊！这样有吗？这样有吗？熊熊，我觉得现场所有人都很 enjoy 在你们发喷时，可是只有我一直在享受你蛮痛的，有点太痛了，你要不要去穿衣服？快点去穿衣服，在那边乱七八糟。我们是你喷的，刚我这么外面刚在你湿的，赶快挡住了。好了，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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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